嗨，书香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棒球现场时间。那今天的话是6月16号星期四。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维护的开机公告。好，那一样是延后，所以追加50钻。所以我说其实它延后其实不是坏事啊，总比它一开始就定8点啊，或者是定7点，然后没有奖励好。好，那更新内容的话主要是这个对，那个家居的守备位置啊，真的太多了。然后廖宇成的球种新增就是恢复到原本的样子，然后商品名称修正就是这个对，这个礼包再看看，然后 EX 卡片的照片又补上了，然后加上这个突破的几率修正，这个到时候我会再拍一部跟大家讲，然后新增礼包这个到时候再说，那相关说明公告的话，这个就是我到时候再讲，就用这个。好，那本周礼包的话就是更新这些东西，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新增的火，这也不是新增，这是上礼拜的嘛，就是 Battle Pass， 然后 Web 储值 ，Web 储值的话，这周是33点，这个一样可以买。然后这个我觉得就看个人啊，这个看个人。然后这个可以跳过，这个也可以，但是你要先买这个。那当然一样啦，就是你可以用刷卡的，或者是可以用 iPhone 点数的，就用那个什么 App Store 点数啊就好了，或者代扣。好，那这个一样可以。这个鼻子也还行，这个也还行，然后这个也没问题，所以一样，这次的话我还是会建议客阶段二，然后登录送 pass 券、交换券、 A 水，这个就这样，然后这个都一样。好，这次的重点，强化保证活动，这一周是开9加6，跟预期的一样，但是是限两次，这个也是跟以往一样啊，所以大家就是特别注意一下，说它是限两次就好了。对，只有两次哦，每一次都是只有两次啊，所以没有开特别少的问题。那时间也是都差不多，然后界限啊、突破啊、弹珠台这个都没什么用。然后经验两倍，要练教练的这边赶快。不过教练进化还是没有开啦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进化可能考虑开一下。然后传奇怪物都没有不一样，挑战好没了，就这样，这周就这样子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重点啦，主要就是礼包会再做一步，然后还有这次的 EX 修正也会再做一步 ，Top 卡也会再做一步。那 bug 的话，最近也还会再做一步，对，所以最近的题材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原本之前拍完的，好像也都延误到了，但不管了，就是这些比较急的先丢上来。好，那今天这部就短介绍就到我们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的观众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